诸葛亮的女儿谢晶晶凭借甜美外貌及精湛歌艺受到许多粉丝喜爱，经常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的她，近日却突然发文透露自己在两个月前外出遛狗时不小心摔伤，让下巴直接撞击地面，除了缝了四针还有轻微脑震荡，让粉丝们全都吓一跳。她原本以为休养两个月应该已经恢复得还不错，结果前几天去医院看了电脑断层报告才知道她的下颚骨头直接裂成两半，正面和内侧都裂一大条，医师也安慰他还好裂得不规则，不然下巴会变上下段，不小心错位就要开刀，所以目前还可以正常工作，只要嘴巴不要张太开，不要咬太硬的食物，再休养一个月就可慢慢恢复。他也特别呼吁粉丝不要逗我笑哦。